对，就是下雨天才是看电影的。下雨天不看电影要干嘛？才是看电影的都不是开车来的。吃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开车来？没有，我是看电影。看电影。看电影啊。嗯。看正常开车来的都不会看电影。啊、你怎么？你怎么知道他们？上高一了。他们。可是只到五楼。啊，这样子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怎么黑？哇，这个已经是好了。要往更高的话，从中间手。